小 case 应该能帮你吧？没错啊，对我来说这只是小 case 而已，恐吓勒索啊，非法入侵啊，侵犯他人隐私权啊，你爱怎么告都行。那太好，你看哪样比较容易定罪？你马上帮我搞定他。嗯哼，好，那我会建议和解吧。不可能，他们把我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，我也拗不过鸡犬不宁呢。 OK。 只要你不怕魔法林集团社长的一夜情桃色绯闻上了社会新闻版头条，你爱搞多大我就帮你搞多大。市长，这件事情要是让媒体知道的话，等于曝光，大家都知道，包括安娜小姐，我们要谨慎。而且根据我的经验，面对这种 nothing to lose 顺从，我也没有听错。财经集团的百大公司哪一家没有手腕、足的信任过？你现在居然要画起手无寸铁的人，我怎么可能顺从他们啊？哎，你们要知道，他们不是手无寸铁哦，他们手上握有的可是光碟，光碟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那些奸诈狡猾的对手。 而是那些一无所知又一无所有的人。要是你把他们告上法院，铁定会引来八卦媒体的注意。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趁机装可怜，博取社会的同情，顺便还上当谈话性节目来海虚一笔通告费。最后呢，法官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呢，保证从轻量刑再负重减刑。最后，三天就可以回家了吗？这不可以，三天没有办法教训他们的，社长。所以。 就算我白白被人看光光，我只能认栽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错，你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那就是赶快订船票到加姆岛，把那张该死的光碟母亲给销毁。而且你上的那个女的是事实吧？啊，这可不是什么报名逼你的哦。政府应该给我低调吧。 最新消息，一名体型瘦小、穿雨衣、戴口罩与安全帽的歹徒，在半个钟头前就在路上骑着一台没有悬挂车牌的机车拦路抢劫民众。而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呢，这名歹徒因为与见义勇为的路人扭打而受伤，警方目前已经到附近的药局与医院清查可疑的人士，请民众严加防范。而画面上是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所画的嫌犯素描。 结账，不用钱，不用钱，你通通都拿走。哎，你真的不用钱，你走，你走，不用钱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不用钱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
了吧？准确度高达99.9。99%是那个拦路抢劫的歹徒，哇！可是，一路看着他走进那间旅社，组长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非常好，剩下交给我们了啊！嗯。还没好啊！是没有，两条线就是有啦。所以这个是有啦。是。小姐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对呀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来，这位准妈妈，可不可以请你对着全国的观众说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？搞什么？外面开车！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搞成这样子？我也开车撞成这样，还说怎么搞成这样子？先不要自己吓自己，这些都只是巧合。瞧你个头嘞！车子都把我爸爸撞下来了，现在人赃俱获，怎么样？想耍赖是不是？不要看我斯文好欺负啊！下车跟我说。我有说我不要负责任吗？我有要逃跑吗？我们无人无责发生这种事情是我愿意的吗？那你说什么凶啊？啊！误会，送到我车嘛，对不对？